肠切，酸辣肠切。啊，这款的物件是有造次的物件嘞，你偏到已经就中毒啊啦。才知影咱的偏啊，才查讲即摆出来了。即摆偏看歹啦，即摆你大家偏看歹啦，得偏偏离啦，即摆就好这味道啦，这味道。这住宅区呢？我2018年今天刚好满10年8天，当时也在这里开记者会。民众附近邻居民众1000多个，1000多个的联署书，啊，你免讲也讲哩，十年啊，你是要安怎改善啦？刷渣才好改善啦。即款你若要提出新议题，上好就是刷掉啦，一劳永逸啦。好，第二方面，来，我先讲完。好，你讲完。第二，我这个条件就是讲，你若如果臭一工，封掉三工，你敢无？第二，我跟你讲，市长的电话。站在哪老的，大哥大老的，局长的电话老的，大队长的电话老的，我就出，你直接叫民众打电话去市长，快受得了人家3点多，你11点多打电话给他哦。目前我们的方向是先朝先减量进场。那我们目前针对工厂的部分，特别是工业区的部分，我们已经在协调各工业区里面的污水处理厂，他们来收纳自己工厂的水回，不要再进来我这里了。那目前我们水利局也持续在施作这个下水道。那下水道施作完成以后，这些水回就会进厂。工业的部分，还有我们民众的部分，整个大幅来减量以后呢，市政府这边也会持续来评估说我们这一个迁厂的相关事宜。所以我们目前是先朝减量进厂，减少对居民的一些影响，先来做起来。